好棒了，解脱了，什么解脱？小心。粉红泡泡啦，今天呢我要来拍孕妇写真加上宠物写真，而且这个场地非常非常的大，是全台唯一近千坪的摄影场地 Bima Area 134，赶快了，我们要去准备变美美咯， Go Go 哇，这里好大哦，太美了吧，丛林浴，然后你要不要拍拍一下，做好了，哦，看，还有粉红墙，我觉得这里可以满足所有孕妇想要拍的场景。另外还有自然光的采景，好像每个景都拍哦。刚刚还有人偷偷的跟我说，他说旅游怕好像也来这里取景。我有点爱的，妈妈你好帅。很多人都这样讲啊，但其实会写的是我哎、欸。哦，真的、啊？你问哪里？你问哪里、啊？你也在混号？我还丢妹啊！我妈妈是印尼人呢、啊。哦，哪里像？六礼拜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对啊。老公，跟你一样早雀斑了。谢谢。嗯，你看，他前面说这一张，他不知道前面怎么扣。是阿包。来站住！我如果是自己的话，我妈妈如果我觉得想下，是我一个孕妇，我就会觉得真紧张。那你要冒手汗，你跟我试试就碰一下哦，就碰一下哦。好，三，好动，好，好，脚踏实地的感觉，真的。对，换下楼梯。转楼梯 OK 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再上去吧。对，妈妈先。你头发有一种迎风在吹，我自带隐形电风扇。要翻了！解脱了！什么解脱？小心！
雨结束了，现在已经夕阳西下了，然后阿波呢已经在旁边休息了，他也很辛苦，觉得这个很特别，因为有很多的孕妇写真是没有办法让狗狗啊，或者是你家的毛小孩一起入镜的，所以我觉得这边的场景非常的友善，我个人给他有到95分哦，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飞天椅子。是用钢钉完全锁死在上面的，所以安全度是够的。但坐上去的时候就发现还有点抖哎，因为它下面是镂空的，所以就是会比较紧张一点点。这里五星级的摄影棚，2个小时，场地随你用，只要3000块。只要3000块钱哎，如果你的另一半或者是你有认识的摄影师租场地就好了。那因为我比较懒嘛，我就是直接包套的。那如果说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要帮我们的欧妈咪后按赞、追踪、订阅、分享。是的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如果来这边拍照的话呢，其实他会有赠送一个下午的小点心哦。可是身为一个大胃王孕妇，我觉得那个点心根本没有办法，所以老公呢也非常贴心，他准备了这么多食物给我。想来这边拍照的话呢，都可以享有8折的优惠，就在我们入口处那边就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王美咖啡厅，所以 OK 了哈。你就待到喽，我要卡掉喽，因为我现在马上就要吃了，超饿的。你是不是也很饿？给我倒茶，妈妈要吃东西了。